超久，兵工厂，不是古兵工厂，野兵。大致看到敌要这是什么？这个流派是需要暖机的。要暖机。这样子怎么变那么奇怪？打过啊，跟古兵工厂比起来超怪，所以叫铁兵工厂。可以穿过来啊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可以穿过来，我以为把它挡住就过不去了。幻景绿洲听说会掉转球卡，不知道真的还假的。哇哇，误反，果然误反要喝护甲水啊！啊，不然血就喷的跟什么似的。烦，开始。记得可以变那个，可以叫什么去？记得可以变火，那个叫瓦尔，瓦尔金水吗？好像应该都是紫色的嘛，所以看颜色就好了，就是这样。等等哦。现在瓦尔我知道瓦出直接开的，是瓦尔啊，这种是遗忘的污染七名，太难了啦，那个四个金水不知道是不是也要瓦出来，搞三个然后瓦在那边出来，怎么瓦都直接开，有没有这么衰？这是挑战超难。自己觉得超难，不知道、哦，
可能24闪人嘛，36我觉得也有点难欸。啊，拼40人，就是能拼到40人，只能说佩服佩服。接下来我好像有人跑去打火凤凰，不知道有没有成功，应该是失败。然后他好像有时候很厉害嘛，剩一个门。不然会有第二次挑战。用花时间整理全部丢进去就好。喂，不是我做广告哦，那不是我打的。因为那种游戏公司应该不可能送通货页，有这么好吗？这么佛心？有机遇打。但这次有送了一个角色扩充格，哦，超缺，我都快要决定闪角色了。换一个角色格其实也不便宜。特价完49，再考虑要不要买，不要买。可是他有送一个，这样我在到底要不要买呢？嗯，也不会每季都送一个那么爽，对不对？但我就不用买了，因为集中效应，铁皮工厂嘞，铁皮工厂要往在哪里？诶，这边好像还有路诶，你走下面。岔路有点多啊，是我走的方式不对，所以觉得岔路有点多。应该先走这区大的，嗯。连怪物都有技能特效，有必要这样吗？哦，啊，这怪前面有点吓人啊！那晚点再把它通通塞进去。再塞，晚点再塞。可恶！你怪物都有技能特效，有没有搞错？咦，这区不是应该是网哦？不是哎、欸，那这区是干嘛用的？这纯粹只是一个很大的区域。对，只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吗？没有网，只有把网绕过去了。没有，啊，那只是一个很大的区域，差15块。哦，网还是在网房里面。好吧，这网没打过。竞技场。哦，这么卡。网呢？啊，不知道。不会是你？真的假的？你是那个是小怪？被我打爆了，不是哎、欸，会瞬移哎、欸，车，二对近战超不友善的，哇，死了，有搞错啊，那么痛，
军票没满，好吧，自找的，都不生兵看。我兵兵住啊，问号，怎么打啊？我去补个水好不好？反正门还很多，冰炕啊，临时撑一下冰炕，冰炕，177972777。行啊，我吸不回来，那不是免疫诅咒光环之类的，免疫诅咒，花钱的流派，我现在花了15吸吧，那后面真的超花钱的，每一件都要衣架，看能不能自己打到，真的，不然真的玩血量就好，可是血量都不知道打不打得过魔断师哦。没了，还有怪吗？还有50只，为什么？往哪里没有走啊？哇，卡！为什么这么卡？哦，后面还有啊！这关的关卡对称的是吗？哦，这关真的太好跑。不然就是我走的方式不对。好花钱的流派嘿，好花钱的流派，真的啊，超花钱。血量加上回身不能，不行，我要摆右耳。右耳比较好用，他弹出来就不会扣血。就剩下一点点，好吧。哦，需要一个超弹的右耳。